屁话没有用，让别人也节哀。那狗屁高呀！大哥，你别，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把他上次来问过了，不是咱们这人，不认识，听得懂还是听不懂？那我闭嘴！这剃头我就干你！你就是怂，你怂的真是我靠，连个人都不敢杀。你这样，你要不敢杀，你这样，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2个月，然后事情我来做。 做好以后呢，你再回来，但记得一定要加着尾巴回来，吃饭做小孩那桌，好不好？啊！来来，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！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。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？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？脑子呢？姓白那个在哪里啊？得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。没有了，老板。 同志，我怎么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啊？他就是许哲。配合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家属？拦住他！招数你变啊！站住！搞什么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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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想看一下味儿。您听我讲，您听我讲，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，昨天又下了雨，所以泡的不太好看。您先回吧，好吗？他怎么死的？出了结果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我看一眼。哎。 快回家！快回家！回家！快回家！回家！工作，好了好了好。哎哎，您讲，他要是被杀的，你一定告诉我，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。哦，好，您请回。哎，怎么？他来。冷静一点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快快，快点！拉着你快！ 好了好了，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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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你这是不是爱喝的？ 有消息了，贾，雷子最近去下湾的赌场玩，输钱不给，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。下湾。 白江波，雷子可能是故意的，他知道您想吃点白家的啥食用品。哎呀！行，我去跟他谈。 行。
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？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？脑子呢？姓白那个在哪里啊？得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。 火锅啊！大哥，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。那狗屁高呀！大哥，你别……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上午儿子凶手找到了。 我还在调查，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啊！通知。那你们干嘛来了？调查一个抢劫案，跟你们这儿有关系。哦，抢劫！抢什么？你这儿客人的手机。谁干的？知不知道谁干的？特别配合，警察啊！ 抓紧睁大眼睛把沙文凶手找到，听见不？放下，跟谁比比划划？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？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？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？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，他就是自行溺毙。当然了，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，而且作为警察，我们也没有放弃。 一直还在跟进调查，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，马上通知你。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？还搞这么多人，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，那只能讲了。徐总啊，杨，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。 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，你到底认不认识？哥，谈不上次来问过了，都不是咱们这儿的人，不认识这个人啊。那他上次来问过了，不是咱们这人，不认识，听懂还是听不懂？小雷这事儿啊，纯属是意外。那我闭嘴。这提头我就干你。这么多年，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？你心里有数？我说什么了？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沙场？你乃子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？那沙场是我砸的，我写上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穿着明白装糊涂了啊！ 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？是我说和，才划分了地界，现在你势力大了，徐江，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。太叔，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画的去做的，这小子这么折腾我，我可都忍了。别跟我啰嗦，我告诉你啊，老白，我今天来干嘛来的？我就来要你命来的。他妈欺人太甚！ 大不了鱼死网破，你别因为我怕你。过头了吧，徐江。
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。他也有错，但人不是他杀的，让他把凶手交出来，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？太叔，太叔。 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，这人也不是我找的。老白啊，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？你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打不过我？你就是怂。好，你怂的真够狠啊！连个人都不敢杀。你这样，你要不敢杀，你这样，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两个月，然后事情我来做。做好以后呢，你再回来，但记得。 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，吃饭坐小孩那桌，好不好？啊！太叔不会放过你。太叔，他妈的，给他面子交一趟叔，不给他面子，我让他入土。 小雷的死真是意外，徐江，过不及家人，放过我老婆孩子。好，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，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。喂，喂。 大哥，告你什么？说，唐家兄弟消息打听到了，这是他们照片。 电视给我家用的一样啊！钱哪里来的啊？我得罪你挣钱来了！啊，知道我是谁，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，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，你没他妈城府啊，小崽子啊！行，你也算真爱，有头有脸人物，你让他把我放了，快点站住啊！是，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？ 知道，你怎么把他抓了？嗯，两天，打两天没打死。操！
我把你当个聪明人，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，好不好？你们就想知道，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，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了吗？对，我弟弟没告诉你，因为他知道，要告诉你以后，这不我们俩都活不了。嗯，你比你弟聪明多了。不行，我他妈凭什么告诉你？行，你不说这样，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，我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，你会盼着，可以吗？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，这叫靠山，咱们警察做靠山。靠山啊，是不是姓孟啊？啊，姓安。对了，姓安，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，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，可是在这儿呢，我他妈在这儿啊。怎么说，徐老大，你是大人物，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，让饶弟弟一命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把你的同伙绑来见我。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，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。从哪门上来的？我走的地库的门，没人看见。警察跟你一起到的。不是我引来的。没讲是你呀，紧张什么？盯着好几天了，叫安心那个小警察他妈的是要跟我搞什么？安心，早晚弄死他。你在这看着，看我怎么搞他。